林志玲太受欢迎，衣服都挤掉了，路人目不转睛，网友春色满机场。林志玲太受欢迎，衣服都挤掉了，路人目不转睛，网友春色满机场。最近林志玲现身某机场，完全就是造成了大型的追星现场。但是网友们也发现了林志玲穿的一件一件衣服也是全程亮点十足，的一边的肩膀也是露了出来，看起来也是很性感的感觉。但是因为人群太多，比较拥挤，林志玲的衣服也是掉下去了不少，差点就走光了。周围的不少路人更是目不转睛的看着林志玲。但是林志玲的颜值也是令人服气的，即将年过半百的人的颜值依旧在线，看起来就像是刚30岁的感觉，难怪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。但是网友们也表示，林志玲这个样子真的算是春色满机场的节奏了，怎么样呢？你喜欢林志玲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评论。世界因生命而美丽，生命因梦想而精彩。在人生的航程中，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是不断的反省，不断的调整，才不会迷失方向，迷失自我，才会有找到自己的航标，披荆斩棘，有可能到达自己的目标，才会让我们的日子更有意义。看完文章后，不知你对本文有什么看法呢？标签林志玲，路人，衣服，春色满机场，网友。